不能，你就带薪休假，给我爬上去。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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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管了，不管了。今天带着我弟，我们去体验一下射箭。他说他没玩过射箭，我就玩过两次，但是玩的也没那么好。射箭也是一项运动嘛，可以练一下你的胳膊，练一下身体，活动活动。所以我们今天打算先去射射箭，让他感受一下射箭什么感觉。前面一个拐弯就到了，然后接上工作人员继续射箭。不可能赢，因为我是实战型选手。我来啊！哎呀！跟你说了，我是实战型选手。十环。怎么着？算稳定的，拖把，哎呀，我呀，拖把，你也拖把，它就是八环，非常稳定，好啊。两个六二六十二，这算几个七七的吗？三八。二十二。大概率我应该不用让人带薪休假，也不用买鞋了。十五万。七十、八十二、七十三，不用付钱了。